我隔壁的男子在看九天玄女。降落，降落，迷弟都是迷弟。我隔壁的男子在看九天玄女。降落，降落，迷弟都是迷弟。我隔壁的男子在看九天玄女。降落，降落，迷弟都是迷弟。恭请九天玄女驾到，800英尺，500英尺，降落。我现在是要去找九天玄女的路上，希望她可以送我为徒。我现在已经上升到700公尺，继续上升，上升，800公尺，上升。现在808公尺，我超过九天玄女的高度，下降，下降。我隔壁的男子在看九天玄女。降落，降落，迷弟都是迷弟。我隔壁的男子在看九天玄女。降落，降落，迷弟都是迷弟。但是我觉得好乱哦，为什么？太多桃花了，你这个人太漂亮，太多桃花了，我帮你剪一剪。为什么要剪桃花啊？就是帮你修得更完美，我帮你修个爱心的好不好？好，来修个爱心的，来修个爱心型的。你明天早上，你听阿姨的话，你明天早上喝一杯大冰奶。你这样桃花就会圆圆满满。你要记得喝大冰奶。不要喝冰奶啊！就是只有大冰奶。那要加珍珠吗？你看你加珍珠，有时候会变高，对象。你加珍珠对象会变高，如果你加蒟蒻可能会变胖。所以就是看你自己决定你要加什么料，它对方就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听阿姨的好不好？你如果照我的话做，你下午就会有男朋友。非常下午就开始了。